好，我们把豹哥传回去哈，我们继续哈，继续再找。豹哥辛苦你了，豹哥。哇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。今晚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是的，我们又回来方舟生存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去新的地图。我们之前呢有去过火山岛跟空岛，以及雪地，我们去过了没？我们雪地也去过了，没错。那也是遇到了不少奇怪的生物啊，各位应该也是大饱眼福啊，叹为观止吧，看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这样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是我们现在这张地图的最后一个区域哦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图的分布。火山岛火山岛位于这个地图的正上方啊，你会看到有一个三个洞四个洞的一个岛屿啊，左边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圆圈啊，那个是空岛。那空岛的上面跟下面这两块白白的地方呢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雪山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？我们没有错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最下面的红树林。普利亚模组红树林的地区也是有分布一些普利亚模组的生物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要往那个地方探险一下啊，那边会有什么未知的生物呢？老头稍微巡视了一下，果真还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满心期待的往那个地方去吧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下方的红树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把我们这个血条开启啊，我们再稍微开始晃一下了。嗯，不是开了吗？有开了，来这边稍微找一找吧。有一些生物呢，看起来真的蛮奇葩的，这我就不方便多说了，到时候你们看到之后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必须先找一下。那这边呢，分布的地区很奇怪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岩龙也会在这里，是因为装了这个模组的关系还是什么？因为基本上岩魔只会出现在岩龙啦，或者演岩魔岩龙。我们看到下面左下角这只岩龙，岩龙只会出现在……喂，别闹了，大哥。岩龙只会出现在异变的地图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啊，这个可能是模组的关系有冲突也说不定啊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，不知道各位眼睛有没有比较尖锐啊，就是已经看到了那只生物啊，我看一下那只生物在哪里，又不见了、又不见了，这个中毒怎么可以这么久啊？算了，没关系，那只没看见，我们看前面那一只。Vayagi 是这样念吗 ？Vo 我不会念啊，好，先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只有在红树林会出现的巨巨蟹螃蟹哥吗？他的眼睛好可爱哦，就两颗黑点这样子，好像不会攻击我的样子哎。射一下，嫩，好咯，不要弄我哦，我会生气哦。他退麻醉好快哦，哇，醒来了。这家伙的麻醉怎么退这么快啊？不行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什么声音？喂，牛龙！啊，我恨你！半路杀出程咬龙，好吧，我们有机会遇到再继续抓，气死我了！什么鬼东西啊？害我错失良机啊！这只也是啊，这只也是新的啦，好不好？他会喷一个很奇怪诡异的流血毒液啊！我被喷到了，有没有？哇，我的流血伤害上升好多哦！已经被决定在这个地方了，有没有看到这边两只？哇！他竟然矛头指向哇！岩龙要被喷死了，这个伤害好高哦！天啊！哇！被玩死了 ！Oh my god！ 这是何等的威力啊！他妈吐那个好像那西瓜子有没有？又来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一直都抓不到，一直被骚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边的生物太多了，这边的生物跟空岛有的比啊，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太多废话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
赶快先射晕一只啊！有没有？先射晕一只再说。没错。另外一只呢？阿总没看见另外一只。啊，没看见是最好啦，我看到了，离我们这么远。好，我们就先来抓这一只好了。这次是吃大腿肉吗？不吃大腿肉，那就是吃什么？完蛋了，会不会又是那个毒素啊？生物毒素，不吃。那生肉？啊，这只吃生肉啊，这家伙。好啦，送你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哦，你看这个嘴巴开开，寄生兽有没有？哦，看到原来它里面有脸哦，原来它里面有脸呢。它嘴巴张嘴的时候，眼睛会打开，那个花露，那个应该是它脸部的花瓣吧，然后会打开。什么声音？别这样子哦，我会生气哦，别弄我哦，我会很生气哦。吓我一跳，可以直接骑上去，立马负重。结果这样子还是负重，我觉得应该。该把我们身上的东西丢一丢了，天啊！我们身上的东西啊，这之前死太多次，死掉的印记。哎，那死掉身上的那种东西又出现了、啊，那个 skin 啊，我觉得那 skin 一直出现真的很麻烦。为什么就不稍微专制一点，把这个 skin 的东西放在另外一个选项上面呢？又这么麻烦呢、啊、？Go go go！ 会不会跳？不可以跳 ，C 键。哦。你看了 C 键，完了，他这个角度不好瞧。我的舌头很长，长舌妇有没有？哇，右键就是我们刚刚一直遭受到攻击的那一招。哎，他是从他的鼻孔喷出来的，原来是鼻涕怪啊！原来是鼻涕怪啊！哎，这个伤害蛮可观的，可是我们不能对素人。我都会死得很惨，是不是？素人血太多了、啊。哇！近距离连打的话，伤害很可观哦。我没在跟你开玩笑哦。点个攻击力试一下水温，像这个7440滴血量的。这个人是打一波爆发吧？一波爆发，哇，好帅哦！超强的，别小看这一只小只的、啊，一波爆发给你爆发下去，管你血量多少哦！我说真的，这一只如果有去训练的话，可以拿来打王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再好小的。哎呦，那大便怎么弹起来？我先帮他改个名字好了，玻璃大炮，有没有名副其实？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帮他先弄个，先喂他吃传送。啊！哇！干什么东西？吓我一跳，吓到直接跳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传送的功能有没有这个玻璃大炮名字。又下雨啦！好像要过一阵子才会有玻璃大炮。哎呦，这边有了83级女性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如果需要你，再把你召回来，我先把你带回去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又找到那只螃蟹了哦，那只螃蟹在前面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啊？然后你看这个上面一堆带丝有没有？你看，哈哈，哦，有没有？这带丝把一只风神翼龙抓下去咬啊？各位有没有看见？啊，这些带丝真的很讨人厌啊。好不好？拉过来，来呀、啊！很强是不是？在那边莫名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怎么有一只身上发出红光，被上 buff？ 我靠，这个家伙阿法版本的、啊，这阿法版本可不可以抓啊？普罗那个不是普罗米，那个普利亚、啊，哇塞，普利亚居然还出个阿法版本的。走开啦，打看看好了，反正应该也不弱。那去死吧！哇，把他咬死了，获得了奇怪的东西。
好、哦，不管了，我真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们先来清场面一下好了。哦，稍微清一下场。像这种会攻击、主动攻击的这种，都先解决掉，免得到时候这边乱我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吓我一跳，为他攻击我了。聚合力应该是不会主动攻击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谁死掉成这个叫这副德性啊？也太乱七八糟了吧！好了，我觉得可以抓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小树人哎、欸，小树人哎、欸，嘿嘿嘿，哇，可以带回家婴儿小树人。其实我不是很想带回家啦，说真的，不是很想。先把你们弄死再说。不要来打扰我，我的目标是他。他跑掉了，他知道我要抓他。没有，他是要咬肉，吓我一跳。转个弯，转个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 ！Nice！ 哎、欸，他很快就醒来了。我们要快一点。这家伙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？结果他不是吃这个的。Oh my god！ 他醒来了，他醒来了。再一发。来来来来，这家伙呢？大腿肉。U 之身都不吃，来，这叫到底吃什么、啊？神经毒素。哎、欸，把我鱼肉还来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会这样子？野生蛋可以骑乘啊？哪里搞的？野生蛋可以骑乘？等一下，我有没有搞错？不要闹啦！别！野生可以骑乘呢、欸，这是 bug 吧？没关系，好笑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这是 bug 产生的，还咬不到。快点快点，我必须再补一发给他。有了有了，这样才有办法驯服。我居然要这样子搞，第一次这样子搞哎、欸！你这应该是史上让我花最多麻醉的生物哦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驯服吧？这一只的 bug 没有做，这一只的那个问题没有修正啊。这只有 bug， 这只有 bug， 非常有 bug 啊！哦，你看到上面这个好像什么排气管有没有？珊瑚蟹。我们把它称作为珊瑚蟹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珊瑚蟹是你，好，可以动了。哦，跑蛮快的嘛，可不可以跳？不行，右键、左键、C键，卖照。那动作好慢啊、哦。那挂了，转弯也超慢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它好像除了防高之外没什么功能呢、欸。你看左下、右下角，打我，那好，带回家玩就好了。这个把它弄死。好的，待会把你带回家玩，好不好？我好像看到有暴人在下面哦，我们来抓一下这只暴人好了。之前先前好几集我们都有看到这只暴人是怎样破图，是不是？先前好几集我们都有看到这暴人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抓，原因是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差点抓到就要死掉了。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，而且这边只有两只而已，非常好，应该不难入手啦，射得准一点应该没事。嗯，是不是？请叫我神枪手。啊！我不玩 PUBG 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什么啰哩过巴嗦？哦哦哦哦哦！很凶，很凶，很凶。嫩，好了，应该 OK 了吧？我觉得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伙，大腿熟肉，我猜。哇，一个就起来了。哈哈，这次好轻松哦。哈哈哈！哇！攻击力好高哦 ！Oh my god！ 欸、可是我们这只快挂了、欸。
射下头要补下血啊。哎，我不能骑他，然后他却可以有这么高攻击力。这个爆人，那是母的哎、欸，原来是这么有正义感的爆哥啊！我们来看前面那一只好了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破图破得很夸张，爆哥这只就交给你了，你能够胜任吗？先帮你补一箱血好了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超级大单挑，哦哦哦哦哦，感觉打得下去哦，哎，这豹哥攻击一点高真的是还蛮强的嘿，小虾米大战大金鱼，结束了，哇，原来这么的威猛哦，啊，吓我一跳，是虾米豹哥，来，别。然后就突然不动，是怎么回事？嗯，跳一下就死了。停！别再攻击啦！啊，十九哥哥，你可以不要一直飞嘛？你是下一代的阿奇是不是？也对啦，之前不小心帮他吹了这个口哨，他就开始不听话了，所以很被动。好，我们把豹哥传回去哦，我们继续哈，继续再找。豹哥辛苦你了，豹哥。哇 ！Oh my gosh！Oh my gosh！ 别闹了，这样子这个，吓死人了！炎龙冲过来，那个画面真的很惊悚，你知道吗？吓到鸡鸡弹起来啊！哦。哦，什么声音？有这什么声音啊？哇，吓死人了！这虾米声啊？错子耶！附近有什么鬼东西啊？附近有什么鬼东西啊？我的天啊！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，就那边突然叫一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在哪里啊？好像是在附近才会有这个声音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到了 ！Oh my god， 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哇，地龙，位于这个红树林的附近出现的地龙，这是地龙吗？它好像花椰菜哦，有没有觉得吗？青花椰菜，最近老头还蛮常吃青花椰菜的，嗯，还蛮好吃的啊、哦，越吃越刷嘴啊、哦，可惜这只不能驯服啊，这只是不能驯服的，我靠近它一下，它 会主动攻击我，应该是不会吧。Hello， 哇，太扯了吧！我只是靠近想看一下而已。双形无齿翼龙是他召唤出来的，是他召唤出来的。他是这个大地之龙，是不是？他可以召唤这个森林里的所有生物。啊，召唤这么多、哦，要许哦。我不管了，另不要跟你开干了。那行呢？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而且他血超多的。哇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藤蔓吗？要撸到我超痛，撸到我超痛。我说真的，有痛到。这怎么打、啊？这个血居然。多少二十万是不是？而且要快速回血。来来来来，由上往下的拳法，没挥到，为什么没挥到他？为什么没挥到他？由上往下的掌法。我真的打他没多少伤害欸，我想要不要用别枝去帮忙打一下？好的，经过刚刚一个大乱之后呢，老头现在思路比较清晰了一点了哈。老头现在决定了要带我们的哪一只伙伴上战场呢？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现在远方这只世界之蛇啊，李宅西啊哈，李宅西啊哈。
醒来吧，世界之神！哇哇，为什么我动不了啦？快点快点，那只 boss 在哪里？哦哦，看到在前面。我觉得大概两下后一下就死掉了吧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？跑去哪里啦？大地之龙嘞？我都已经传好好，我都带我的兄弟来了。我看见你了，我体型还比你大，咬一下就快就挂了吧。Hello， 啊，先下马威一下。行呢，赢了。哇，闪退。哇，宕机啊 ！Are you sure？ 干！我靠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然后我宕机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卡了这有点久哎、欸。他掉什么？他里面是空的。然后呢，我刚刚咬那一下，整个以为我要重玩了呢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夸张啊！我的天啊！这爆爆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已经打爆了。咬个两下你就死了啊！我看不到你的头，你的头在哪里啊？打爆你啊！嫩，结果我什么东西都没给，应该是有啦，应该是在蛇的身上吧。我先想办法上去再说啊。看一下，还给什么？这种东西？我真的不知道他给我什么哎、欸，哇，给那么多黑珍珠是怎样？是吧？特殊道具是不是？给了一大堆纸条，一堆纸条，一堆攻略啊，完全都看没有，算了，把它全部丢出来好了。不，好吧，我终于把这只该死的龙给击败了、喔。那基本上呢，今天内容差不多也到这里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找到的数量应该很可观吧？不知道各位看的爽不爽哦、喔。那一样的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，好三讲方块，方舟生存进化再见面了，拜拜。